他们公司倒掉，心动红起来。鲍比达、陈国华、黄国伦，上个月跟彭佳慧合作，昨天张信哲还有梁咏琪演唱会，蔡健雅，张惠妹本来要跟我学小提琴，相片在我这里，等一下大家想看来看一下。Uncle。为什么说很臭屁呢？帕格尼二四手在台湾只有我一个人把它拉完，被捕在国家里面踢。帕格尼大赛金牌没有拿到，二四手把它拉完。哦，你可以去查，哦，去网络上查。那很感谢这个这个奖学金对我的帮助，希望未来继续为大家演奏。我的希望未来跟大家多交交朋友，谢谢。太帅了。